十二人，十二人是莫德啦，因为他正规只有六个人。秀完全没有进入状况，所以我才想说，如果要的话，我们可以阿米果就是一群人玩的。你是不是在挂机？我没有。你再去便利商店摸啊。透明的在你旁边再去摸啊。然后就是你，如果你有跟官方绑定退取账号的话，看台可以获得东西。30分钟就有喽。30分钟、2小时跟6小时，而且每次都会不一样哦。礼物，绑定什么账号？哪里啊？我 YouTube 有网址吗？好，等我。没关系，我想说，我直接跳 YouTube 那。那礼物能干嘛？就是你在游戏里面的东西有 skin。比如火堆有 skin 啊，武器有 skin 啊那种。这么酷哦！那我这么酷哦！没有，这次都是那种道具类，都是家具类。家具类有 skin。家具很可爱。开始啦，伸舌头解嘲。他来帮一下。因为那时候在工作室就有这个活动，我那时候的鸟笼没有拿到，就好难过。虽然我有情人节鸟笼更好看啊，但是就是想收集。别擦哦。好，都擦。好。我擦。那像夜猫前期这一只野猪你就可以单吃了，你就可以单吃一只猪了，你去别的地方玩。没有没有，阿飘你要后面一点，第三波野猪之后才会有那个法杖。小野猪那就是小野猪，砍住他吧，我来输出一下。我靠，是这样砍的。很快哦，像个切菜一样的。哎，为什么机器人不理我？对，机器人不理你。哦，你不是机器人吗 ？YouTube 的机器人。哦、对。哎，你这个啊，要等第二波、哦。对，要等第二波的时候再用。实话啦。好、哦，说实话，我想说我刚砍太快了。你这次真的可以一个人打三只猪，打到第三波猪那里。好了，哎、欸，好吧，是这样。好了，卷起来了。哈哈哈。石化留着哦。好了，可以了。石化，可以放中间一点点。你要预。啊，舌头太慢了。哎、欸。就这一波会死伤很重，保护节操。我在很不努力的，啊，我很努力。你的猪在逛街，不是猪啦，你的熊在逛街哦。我去，搞死了。有了，打外面的，打外面的。法杖出来了，谁的法杖？哎、欸，你的法杖拿，然后可以开始了。你补血放中间，补血放我这边。对，猪先过来。过来。我靠！啊，石化怎么？哎，石化嘞？石化了，没有人拿石头。石头。给我他。有了，掉头了。你可以捡另外一本石化啊！来，哇塞！你这样玩哦、喔？哎、欸，我能拿到了。没有阿飘。没关系。成熊。
没关系，再撑一下吧。哎、欸，啊靠，死了！撑、欸、到有火焰杖，这时候就可以至少开麦讲话。这时候补的放了啊之类的。啊，欸、我忘了开麦。白痴、喔！我刚才讲说阿飘，阿飘没开麦没关系，因为他。等下去扶右边的。去打一只。我等下继续石化左边的。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关系，你现在有空场，没关系。射，哎、欸，有 CD 头 ，CD 头。我去打。好好的。我去打孤城，你加油。哦、啊，有花了，有花了，有花了。断了，断了。你超救人。他、啊、为什么一直吐我啊？对，死了。死在花里。我啊。对啊。在花里旁边。直接可以给我救，我救更快。不行，这是啥乌龟了吧？还是蝎子？对啊，不是，还没，还没有、啊，还没。我去打，这边值得，你去。哎，我心愿卡了，去打别人的。石化一部分哦。欸、你看都没，没有，你也没讲啊，你也说我要放了、哦。我想说一票，这样打下去比较开心。好，我是谁？坐下脚来踢。谁只打猪啊？我啦，猪不，他猪也不吃石化。然后猪一直打我。哦，除非是我有强化过才会吃石化，不然一般猪不吃石化。完，猪城叫什么猪城？阿飘，你要放不要讲一下，要跟队友沟通啊。我去拿的是，因为我不会用自动感应，所以我要用按。来了，乌龟来了。然后我们去右边吧，左边给舌头。好了。另外一个。还有下面的，要死喽！不要死了！阿飘放，阿飘放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死了！来，越痛越痛！哦，两本轮流石化，我在右边，对吧？要一直出来吧！哎、欸，杰超去救人啊！就离开，就离开，就离开！维护啊！来不及了，起来了。那你们刚刚不是谁跟我说有冷却头？冷却头在阿飘头上。我有说，哦、我说妈妈我在右边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小女孩，你不要逛街，打他。打开心就好了。我放喽。好。好。放哪里哦？看到。正中间。那打下面是不是啊？他们啊，好吧。不是也快死了啊！啊！哎、欸，这时候就口去给他撞，就口去撞他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来了！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！接下来我要去换另外一本书。我放了。放了。好。好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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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包毁哦。哎呦！晚安晚安，看不懂，反正就是合怪合作打怪游戏啊。哎呦！哎呦然后夜猫他在转的时候，你可以断他哦。我放了，断，我放了，用右键啊。九九五。哎，在哪里？我等下十号。他在下面，他在下面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要在没有，我在瞄那一只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夜猫打了，打我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我天，我现在是快死，先打了，快死了。啊，好好，我继续。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好了。好来了。这口真好用。OK 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口快死掉喽。
这个快死了、啊。十号，十号，十号。哦哦，刚好退掉了，不敢死了。我不能，我不敢用。你可以调位置啊，调脚胶。我怕我等一下歪掉。不会啊，就大叫一样。哎，我已经有了。力量头那个秀去捡，那个头盔，对你头上那个。空白，按空白。哎、欸。好了。秀，你也可以穿那个。如果你没有想要跑速的话，下面那个发亮的衣服。对，那个才更加伤害。哦，回来不更新。我在等那个。好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留着一只吗？要留着一只吗？那上面那最上面那只还好啊，还有一只。上面那只不要打，上面那只打打这个。打有有，对对对对，哎、欸。好了好了好，留我陪他玩吧。哎、欸，坦克坦克，这是什么头？坦克头。生命恢复头，生命恢复头。这可以干嘛？你自己会回血，不用站在里面，你自己会回血。哦，你还打？你在测试是不是？等下。差不多了，也都血就剩舌头没满而已啊，应该。还有我是87%。为什么你可以看血量？左边啊，左上啊，左上有血量啊。左上。哎，不行。哦哦哦，那个好红的，好不明显的。有吗？我怎么没感觉到生命会不会？有啦。有啊，你看得到。没有，我比着我的生命啊，180，刚刚一直。不是，你看下面就有。还是那个对啊，那个是自己回的啊。哦，差不多要走。还没，转了，找我。我把 P 掉了。哎、欸，有了，你可以换武器了，可以换武器了。坦克阿飘换，阿飘换，阿飘换。坦克的可以换。补的给那个，对。坦克这个换衣服。这个90%。就扣吧。你拿吧。我你拿吧。我拿那一件。对啊，因为你现在也可以回血啊，你防御又够高。我补血放哪里啊？中间还是外面？中间吧。这是哪一个？鞋子吧。哦、鞋子。鞋子哎、欸。我可以一挑二吗？不行，你试试看啊。好。哎、欸，阿飘，阿飘。这两只十号，我把这两只十号。石化了。就阿飘。哎呀，杰少去中间，救阿飘。没有，我救我在救我在救。过来，等一下，我十号，接下来晚安，这是 Don't Start Together。哎，帮我把这只拉走。啊、哪一只？我来了。左下再绕我这一只，我把它拉走。起来了，起床了。好了，我拉走了。中间补血，中间补血。哎、欸，就去补血！你中毒了，去补血！啊，来不及了。实话。靠！要实话。好，啊，没死啊！再找到一次。我等下要继续实话。啊！中毒了。实话。死了哟。超硬的。好，然后杰超去救。我要放睡觉。杰超去救。猫头大。来被他睡觉。看到他了。我看见在跟吊桥打。睡觉。哎、欸，去补，中毒了，去补。十号。弄他。哈站闪一点吧。十号。我要去旁边。死丢。阿飘，你可以边，你可以边削到他，没关系。好，补血，然后妈妈救我。在哪里？我在下面，你下面。我看到了。谢谢。没换的。我需要补一下。实话。你先。可以，不差。你有没有觉得Joker你带补血的比较好？补血。带回血的比较好。
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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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你看到不跟夜猫换喽？好啊，然后他掉，我头上啥都毛啊，啥都无。没关系，等下会有力量的头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救一下，节操！妈妈救救我！石化石化石化！哎、欸，停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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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再打了，不要再打了！我们状态很低，我需要补血。我们状态很低。这是啥？治疗效果？有头盔，有头盔，有头盔。治疗效果，治疗效果，治疗效果。这里，这里。不是不是，舌头舌头。治疗效果呢？捡那个。哎、欸，你娘！干你！安安。各种中毒啊！我的天哪！分散一点啊！不要玩石化了，不要再打他，不要再打他，石化石化。有我有听到，我很乖。那我再用另外一次。等一下，石化石化哦。那先不要打，打破啊！不谢啊不谢啊！打破啊！不谢啊！对不起，白痴哦、喔，我在按东西哦、喔。啊！看我！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看中毒立刻。蛮谢了啦，对不起啦，在播广告啊，还没播到啊，播一下，改播改播改播，快播快播，好了，播完了播完了。哎、欸，是说龙岩是谁啊？中间要大补血了，大补血大补血。来了来了，这个应该比较久吧？其实我不知道他的，我不知道所谓的强化效果到底是，就是先切掉，不然换小 boss。你就手上发亮嘛。你强化效果会补比较多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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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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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，看飘飘，看我，谁死了要记得跟我讲，九口快了，我先帮他讲，九口快了，好，我知道我要换补血杖了，补血杖，补血杖，啊，你们先不要打那只大的，那只大的给我。哇！右下右下补血，右下补血，右下补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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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救救口。他睡不着。我为什么不让他睡觉啦？我有停手哦。没有，他有手是。死掉了。你死掉了在哪里？不要死掉了，死了。我把蝎子这边石化。好了好了，我带走带走，你们先打。小色的那边。蝎子这边石化了，蝎子这边石化了。正中央，正中央补血，正中央補血。哎、欸，就不要打，去打小怪。哎、欸、靠！救救猫咪啊、哦！现在繁星不在在啊！呼，我死了！准备石化，准备石化。好吧，我死了。石化。救救妈妈！来不及了。哎、欸，你去打小怪，去打小怪。这只给我，这只给我。我怎么听到一个快起来打地等的人类？等一下。我啦！我要换补血。他在讲干话。好，看我怎么没有换到的。等一下。中毒了。啊！补血，补血，补血，补血。我也中毒了。我在小怪，小怪这边，小怪这边。喵咪，进来，进来。救我！石化，好，打一只就好，打一只就好。打一只，我觉得又中毒了，我要放。我等一下准备补血喽，中间补小怪区补血。死了，转了，转了，猫猫绕他。那个我也先去救。我救人，我救人，我来了。哇，死那么多。绕而已，没有任何重合。然后我先救个坦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你还要救？都有救，不用太。快杀那只该死的龟！哎、欸，中间补血，中间补血，中间补血。喷输了，喷输了。要赌过来。好了吗？好了，都清掉了，只剩他。我帮你放那个。你不能太近啊！你不能太近，你真的是只要被这猫一下就直接死了。好，补血。哎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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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，乖乖。九九五。
石头，那个我也是。绝招，绝招，绝招！这里，你发呆哦！你这样会被兔子骂哦。我没有听到。可是我弄的是我没听到啊。你看，我没有听到，没有自己要看。我没有听到。啊，有没有掉？掉什么？有，哎呀，玩到了。魔法伤害，伤害。石头，阿飘带，阿飘带走。阿飘，你的头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你要这个吗？没关系，给你。好的。只是需要一个可以。我看面会出吗？哎、欸，85%的护甲，快点，谁穿？一开始都左右两只啊。啊，看谁要赢。哎、欸，我要过一下头。哎、欸，等我，我要吸一下头。中间睡觉，中间睡觉。吸到他的仇恨啊！我知道啊，你谁叫你靠过去？谁打他？啊，这只给我，这只给我，你们去打另外一只。啊，十号。死不到。妈妈。谁死啊？真死哦。是妈妈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我今天很小心。哎呦喂啊！我放一个补血在上面一点。我需要，快死了！等一下。你需要的就去补。哎呦。好了，跑了！啊干，这本是召唤师。直接死三次。好靠！谁在那边？妈妈，快救！两个仇恨，救起来！节奏！哦，解救！对不起你们。来了！我来了！快！不！有仇恨的拉走，有仇恨拉走。等一下！有仇恨，我看一下。仇恨拉走，仇恨拉走。我又被靠了一下。拉远一点。我没跑速啊，跑不快啊，要死了！我靠！那件衣服跑太慢了。对啊。可是你已经是跑速最快的了，你加那个。直接灭三个。刚刚怎样？我没看到。就是。飘飘还有谁？除了剛剛我在那边准备要放，还有那个。对。我在那边射出一个跳来，突然仇恨变成我了。然后就跳过来啊，直接三个。他仇恨好难看哦。就只能对，只能靠运气啊。吸引生物注意秒数894。我660。打断攻击200多哎，我靠，20000多哎，繁星啊，好恐怖啊！我觉得应该是假的吧，怎么可能两打断那么多？什么东西？你一下基本上就20几啊！我说我打了1000多下，差不多吧。哦、因为你拉网了、啊，你那时候拉网再打的。好，应该有了。Triple kill， 对啊。尿尿。有精华了，可以捡了。回来了。哦，对，刚刚如果有挂台的人啊，可以打开游戏，然后去抽箱子了。我忘记挂台了，机车。我也忘记。嗯，那谁来抽啊？我忘记挂我自己的台了。那谁来抽？看一下。对啊，你们可以。是我们下次全部退出吗？哎、欸，就出去，然后到那个进游戏之后。好。我刚刚忘记验证。
哦哦，我想说我刚刚明就有登记，为什么没有走？嗯嗯，然后呢？我的收藏品吗？有箱子吗？没有的话就要重开游戏了。没有了，有没有看到箱子？那你重开游戏看看。哎，我也来看一下。嗯，我觉得那个傀儡师，哎，好像不该带法伤哎、欸，有啊，法伤应该。你是说要给要用物理伤害对不对？不不不，我要用跑速。跑速，哦有了，哦有了有有宝箱。我真心觉得我跑的有点慢，因为它里面跑速装很少。啊，它是头像哎。对，头像再来背景再来道具。哦。我觉得留声机。哦，鞋子。如果你要跑速的话，我就不玩这只喽。因为我这次刚刚就是要吸引仇恨打带跑的，不用，我记得有个装甲有增加跑速，你就是用那个。有啊，有一件衣服是有增加跑速，很多啊，很多。这样就砍不了。所以你觉得樵夫好玩吗 ？OK 啊，这样打很爽。然后又跑得快是吗？也没有到跑得快，也没快啊。我是觉得跑得很慢啊。反正基本他们通关组合，要么就是一阿妈一位那个麦斯威尔，不然就是两阿妈一那个或两麦斯威尔，至少要有这两只个。各两只，要有会拿书的两只。哦，因为好像就只有这两只可以拿书。对，只有这样可以拿书。对，所以你们要多一个来帮我拿书的，不然我超忙的。对啊，啊，还是有人想要拖怪啊？可以玩小丑，可以陪磕头，磕头不好很容易倒。因为你被猫一下，100D 会变40D， 你只有一猫的机会。刚说的，你这咳嗽是怎样？你会玩了？你可以不要玩纵火女吗？那只熊很雷、欸。纵火女真的很没有用哎、欸，那他的……我跟你讲，你玩什么好了？你玩那个第二排最后一个。第二排，对啊，你这对 对, 对，我突然觉得你用这个搞不好比较好。嗯，而且那时候反正你就是，对啊，感谢。反正秀是站 A 型的，你都站着吹，然后你打一打之后，这个可以加攻击。看，站着吹这句话讲的不是很好。站着吹，不然要蹲着吹、啊。你们很污哎、欸。对啊。污哎、欸。没有，刚刚楼下那群人。刚讲完一大堆有的没的，楼下那群人跑光了、喔，没人了啦，跑光了，悟饭就跑光了。这个吗？对。啊，你前面那把是近战，你按右键的话是往前冲，然后你那个可以把乌龟翻起来。翻起来。对，你这是近，就是跟我的剑很像的，也是打断。你的剑很像，你是什么剑？你们有没有要玩阿嬤？我有点想。等一下哦，你要想玩什么？你先讲。我想换女巧匠，所以应该只缺一个拿书的。巧匠也可以拿书吧？巧匠可以拿法杖，不能拿书。不能除了书之外都可以。没关系啊，给阿飘忙一点啊。好。你呢？阿飘，等一下控场什么都是你的哦。你在恭维哦。哦，好。你要沟通哦。啊，你不能放了之后都不讲话哦，不然我们可能技能开下去。那我会很难的、欸，因为不然我帮他弄补啦，不然我帮他弄补，石化他技能。他就是要拿法杖啊，不然他做不了事、啊。对好对好对好。还是我该换只角色吗？那没有我玩嘛我玩嘛，就是好好两只小王的阶段会有点忙而已哦。嗯。哎呀，沉默的那个，
沉默怎样？没有没有，你要玩校草、啊？他是增加中增加仇恨比较少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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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他不容易增加仇恨，但是他一增加仇恨就跑不掉了。嗯，很难跑掉，就是拖怪用的、啊。阿飘要换了，看到一只很少。哎，我等等，我是要拿这边化妆，只是看。